现在这个洪水还在往上涨，但是速度呢不是特别快，所以说我们决定先等等，先看看。你们看，大白看到这个水，它都不往前面走了，它好聪明啊！唉，要是这个水这个时候不再涨了，该多好啊！现在已经没有下雨了。水还要找衣服、哦、你们看，我都还穿着睡衣，脸也没洗，头也没梳，因为早上一醒了就涨水，一直到现在都来不及换衣服，就这样吧。我弟弟准备把这个木头给锯一下，这个木头是河里面捡的。这么美的家园，洪水别再涨了好吗？这个雨也不要下了好不好？还有我家这么多动物怎么办？他们都这么可爱，这么乖，这么听话，怎么舍得，怎么忍心？看看对面的房子已经淹到一半了，人已经撤离了。现在水位也在涨，但是涨得慢。你们看，已经淹到一半了。如果水涨在我的院子里面，快到院子里的时候，现在还差一点，我们就准备搬东西，准备撤离了。一切都已经准备好了，还差那么一点距离，你们看。差不多还差一米吧，还差一米的距离，希望不要长到家里面来。这个水太急了，又急又快又浑浊。我们看到水里面有一些棺材啊冲下来，还有冰箱、柜子、桌子、椅子，应该都是从我们县城那边下来的吧。还有鸭子、鸡都有。我表弟在这里钓起鱼来了，对面有很多人在这里围观，毕竟这一次是十多年都没有见过的洪水，水太大了。你们看这个树，这是我们家宝宝住的地方。这条小山沟的水都已经到这里了，再看看大白多可爱。已经长到这里了。大白、二白、丫丫他们这么可爱，怎么忍心？我现在都已经想好了，等水快涨到院子里面的时候，我就把动物撤离，然后搬东西。如果水再继续涨的话，我只能先把大白带走。水已经就差这一点点就长到家里面来了。把其他的小动物转移到三楼，先把大白带着跟我们走，最后的倔强了。大白，你去哪里啊？快回去，害怕呀！哎呦，大白看到这水都怕了，都掉头了。不能下河了，不能下河了。
哎，不能下河啊！哎，不能下河啊！哎，大白真棒啊！不能下河去了啊！大白，你藏到哪里去了？这里过来！哎呦，大白都躲到那里去了。大白这个家伙还挺聪明的，找谁他都藏到那边去了。我弟弟捡到什么好东西？快点拿！捡到一个栅栏。你戴个帽子吧。不是，还要不要？留着留着吧，还挺好的嘞。家里面捡了这些木棍。这个网线已经到水里面去了，已经到水里面去了。哇，对面那个房子已经淹了一半了吧？还没一半，没有一半。一楼人已经搬出去了。不要再涨水了。不要涨水了，不要涨水了。水又大了。